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还要包庇孔雪莉吗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姐不心疼。如果你再执迷不悟的话，下一步砸的就不仅仅是你的店了。哼，方栋，你还别吓唬我，实话说了吧。孔雪莉昨天晚上就是从我的房顶上逃跑的，早就找不到人了。你们就算把翔城翻过来，也别想抓住他。他到哪儿去了？天下这么大，我怎么知道？这灾星走了，不正好碎了你们的心愿吗？你们这么穷追不舍的，我看不是想抓他，是想杀了他吧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百姓。百姓？你嘴上是为了百姓，心里却是为了老婆。老板娘，外面蝙蝠还在了。你们总算积了点德，没把我这二楼也拆了，不然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。刚才那么嚣张，这会儿败到我们这来。人家嚣张是看别人好欺负，遇到这不好欺负的，连个屁都放不出来。马某路，看见了吗？刚说人家放不出屁来，这下就马上给你放了一个，这是在表示抗议呢。哼，抗议？谁抗议？拿出去！老板娘，你要克制你自己呀！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你们砸我店的时候，怎么不给我点面子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海平，孔雪莉是真的走了吗？不走干嘛？看着两肋插刀的兄弟。插自己两刀啊！老板娘，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不扛饿，有没有吃的给我们弄点啊？饭钱照付。哼，吃个屁，都被你们砸光了，外面都是蝙蝠，吃野味儿去吧。哎，早知道这样，吃饱了肚子再来砸呀。哎。居然回来了！老板娘，孔雪莉回来了！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说过要娶你，当然回来了。孔雪莉，你挺有种的，还敢回来？酒楼是你们砸的，赶紧找人把孔雪莉给抓起来。慢着，我已经找到井里冒火的原因了。孔大哥，大家看好了啊！这个小瓶子里的东西呢？就是井里起火爆炸的元凶。胡说！是啊。
你当我傻啊？这分明就是一块年糕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啊。是。那是一个什么？说的都是全是。这是放得进去的啥呀？这是，那装什么？听哪个关门去了？上来干嘛？这是石头，那离远一点，很危险的。再推后一点。上上上！真的假的？